今天我们来模仿动物的声音啊。第一个最简单的犬，被打了。哎呦，这是踩着尾巴了，这是。可以，很形象啊。下一个，猫。猫。嗯。喵啊！喵！那一点都不相似。喵。哎，对，可以，很好。鸡，公鸡，公鸡。早上清晨起来那个。嗯。鸡公公。公鸡，公鸡打鸣。公公公。没事，我母鸡下去。公鸡是哦哦哦。哎，对，你要再下啊。母鸡。公公公。哎，对，母鸡下蛋就这样。虎。虎。虎啸龙吟虎。这是什么虎？这顶毛子。虎。嗯，虎啸龙吟虎。你这个动作下声音一点都不像，气势。狼狗啊，你是站起来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老虎本尊，好强呀！羊。这是拉嗓子的羊，得了咽喉炎的羊。交给谁呀？咩？哎，这个像啊，终于一个像的了。猪，猪。猪，猪，你唯一表现的像的就是这个猪。下一个，狼。哦，好温柔的狼，凶一点狼。啊，这个可以下，这个下，这个下。驴，驴会叫啊？嗯，驴不会叫你。那我是一只哑巴驴。哑巴驴，会驴，会会是什么玩意儿？你有痰？你是不是有痰？快下去！驴，这是猪，龙，龙就靠自己想象了，虎啸龙吟，自己靠自己想象。你吓着我了，你。尊重网友，这是秀什么玩意儿？我都要吐了，我。